蓝方选手23岁的杜杜，来自自由搏击的王国荷兰，职业战绩35胜5负，7次 KO 对手。Introducing first,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, he stands 189 centimeters tall, age 23. His professional kickboxing records: 35 wins, 5 losses, 7 times won by knockout. Fighting out of the Netherlands, introducing Marwan Dudu. Red 方选手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8岁开始练拳，13岁登上了职业格斗的擂台，20多年打遍世界，拿下了无数的冠军，也奉献给人间许多许多传奇的战役。我们通过头型也能看到，前一段时间是太王的国葬，国丧期间，波球作为僧人剃度出家，这是他还俗以来首次走上擂台。而且大家最近也可以关注波球主演的电影，他扮演的是华裔的泰国本土王朝吞武里王朝的创建者郑信的大将，叫做陈连。这部电影叫做《断剑名将》，是由波球主演的。下面让我们欢迎红方选手泰拳王子波球，这位亚洲格斗的象征 Momdan Jack Pratitai Kao Gaoku Superstar Kong Muay Thai Not Muay Thai Hero Indy Duan Rap Bu Kao Butchley， 有请上场裁判毛金宇。Hello. Okay, this is Kunlun fight kickboxing. Three rounds, 3 minutes. No hip, no elbow, no clinch, no clinch, and no takedown. Okay, touch glove. Good luck for you. Back. 观众朋友您好，在下张太海，欢迎各位收看昆仑决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昆仑决亚伟。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超级战，博球对马伦杜托。对，马伦杜托这次有点来者不善呀，在上一次的时候是战胜了名将戴维特奇利亚。对，这就是35岁的老将啊。有时候一个知名的选手达到一定年龄，有人就会说会不会是在耍小怪啊？我们可以查一下马伦杜托的战绩，刚刚在今年6月份战胜大胡子杀手戴维奇利亚，绝对不是小怪。而且波球这两年几乎应该没有说打过所谓的小怪啊。这个杜托的身高优势很差不差啊？15公分的优势啊。而且波球是在赛前不久啊，刚刚大概有一段时间的是出家哦，而且是剃度。对，所以这次头发刚刚微微长出来。因为正好赶上泰国国王的国葬，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影响波球的备战啊。波球打这个高个儿的选手，在早期 K1 时期是佐藤佳阳，两战。一次是 KO 佐藤佳阳，一次是被佐藤佳阳 KO。对，所以他其他的有这么身高明显的差距的对手没有那么多。对，大概在2个月前，波球是在打了另外一场比赛，他的对手也差不多是大概有10几公分这样的是身高优势，而波球是获胜。看看这次的马伦杜托啊。而且在不久之前，博球还把古拉宾在泰拳规则之下战胜啊。对，所以这个个都不是善茬啊。对，啊，马伦杜托也是很灵活呀。博球身上的力量要比对方更足一些。对，高个选手啊，确实是擅长控制距离，但在力量上就不占优了。对，而且波球这种近身内围的这种顺劲儿的带摔啊，我觉得已经炉火纯青了。是。刚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种动作。一旦贴身缠斗的时候，身上那种胶劲儿和本身的力量就会比较明显了。对。到好像没有说特别的发力啊。对，就是，好像一直在憋着用拳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熟悉波球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，波球其实它的重击跟 KO 率其实并不高。哟，
段时期啊，前期呢就是靠纯泰的技术在打，就是纯泰拳去掉了肘，对，那后期时候的拳法有很拳法其实强化了很多，嗯，对，比如他 KO 佐藤佳央那一次就是拳法 KO， 嗯，对，包括 KO 我觉得杜托心理上似乎有问题啊，嗯。没有，他打太微。On two. Ready. Five. 好，第二局比赛。Stop. 和球的力量还是很明显的。嗯，对。所以杜托没必要，杜托为什么要去跟波球拼拳呢？腿法我觉得也，波球看得也很准。是。这个距离来了，三、刚刚是前手的一个直接的迎击吗？前手实际上是对打中了头部，对，倒地那个动作，波球应该是有。波球本来想补上一脚啊，这后来一看自己是控制了，因为确实对方三点支撑了。对，波球的这个力量还是表现得很明显。对。其实我想波球。粗略的在打过了一下波球，过去的比赛，波球走走走走走，给我过很多人，很多人，大，哦，又是一个，哎呦，哇，直接 KO 了，这三。经过裁判的裁定，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1分03秒 KO 获胜 ，and your winner，Pukao Banchame。